造成打鼾最常见的原因就是肥胖。那肥胖的话，有时候我们太胖的人会让口腔里面的整个组织会变得更肿胀，所以最常见的造成原因就是肥胖，那就是口腔的组织的肿胀，这两个主要的原因。止鼾雷射跟传统的手术的差异在于，传统手术伤口大，那恢复期比较久，那也会比较痛，那它就是将口中多余的组织把它做整个清除掉。那我们新的止鼾雷射就是在口腔做一些温和的雷射治疗，它会造成我们的皮下组织去慢慢的刺激它的胶原蛋白增生，那组织去重组以后，那组织就会整个往上拉提，造成空腔的拉大。止鼾雷射整个过程呢，不需麻醉，那整个操作过程大概20到30分钟，那不会有什么疼痛感，那术后也不用有特别的照顾。那我们一般建议客户，每隔1个月回来做一次，连续做3次。那研究上3次能够改善85% 的打鼾的效果。什么样的人不适合做打鼾雷射呢？第一个就是有重度呼吸中止症的病人，那第二个就是本身有在服一些抗凝血剂或者服用一些慢性病的药物，伤口愈合比较不好，就不建议去使用。那什么样的人比较适合做呢？就是他平常常发现有打呼的问题，那可能做经过睡眠检查以后也只有轻度跟重度的睡眠中止症的话，那再经由耳鼻喉科医师专业的评估，看一下口腔里面的构造，大概就可以施打我们的止鼾雷射。